26岁的吴亦竹，清秀脸庞，长发飘逸，实在很难跟他的职业联想在一起。他是怪手驾驶，苦学两年考上证照。其实大学念的是气管系，会选择风吹日晒开怪手，背后有洋葱。小时候啊，我都坐在这个后面的。 对啊，跟他出去工作。从小是爸爸的小跟班，长大之后舍不得爸爸这么累，他想尽一份心力。现在司机很难请，不好请啊。然后因为家里的工作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要帮忙。啊，我那真惊讲吼，耳濡目染吼，啊去学着这种的，算较硬道啦。啊，尽量鼓励上课读册安尼啦。啊，但是无法度啊，伊就到尾啊，我甲问讲安尼敢好，伊讲啊看我辛苦吼，啊想要甲。 吴亦竹身高155公分，娇小的身形不影响开怪手，甚至他还会开大货车。孝顺的他舍弃坐办公室的机会，只希望爸爸肩上的担子能够轻一些。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